Hello,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留住有缘人，今日有缘带大家嚟到京士柏山。喺疫情底下，大家要注意身体。喺度，首先我祝福你同你嘅屋企人身体健康。你可以安坐家中，透过手机或者电脑，通过美联物业嘅平台或者 YouTube 呢个频道，就可以轻轻松松睇片做楼神啦。我系阿花靓阿靓，嚟自九龙豪宅加多利分行。如果你对我哋以下落嚟介绍嘅物业有兴趣，请你抄低我哋嘅电话。我哋专业嘅同事任何时候都可以为你或者你屋企人揾到适合居住或者投资嘅优质物业。同时，如果你系附近嘅业主，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嘅视频去介绍你嘅楼盘，揾到有缘嘅买家。我系阿 Lam。位于何文田区的传统豪宅，单是京士柏道已经有好几个代表性的屋苑。京士柏山位于京士柏道1至98号，居高于山顶，自成一角，周围翠绿围绕，感觉远离烦扰，属于区内的低密度豪宅。京士柏山 Kingsport Hill 共有42座洋房、80多个分层单位，间隔由3至5房，面积由1103尺至2997尺。22年嘅楼龄，而发展商就恒基地产。今日我哋为大家介绍嘅系一个可转让公司嘅物业，70号低层，实用面积系1215尺，3房2厅，连工人房及车位，全屋白色墙身，附有简单嘅欧式花线，天然花岗石地板铺砌嘅方法亦极具层次感。室内的落地玻璃窗为室内引进自然的光线，整体来讲光猛舒适，而且景观开扬。户外有充足的运动和休憩的空间，除了旁边的京士柏游乐场，区内也有多个著名而又具有特色的私人会所，例如京士柏曲棍球场、三棍会以及草地滚球会。在会所的设施方面，他们有游泳池、儿童的游戏室、游乐场、健身室、乒乓球室、迷你的酒吧，一应俱全。交通方面，揸车去尖沙咀或者红磡隧道都只需要几分钟，去到九龙塘是大概10分钟车程左右，交通非常方便。如果对我刚刚介绍的物业有兴趣，想进一步多了解一些资料，随时 call 我，我是 Lam。